吧。那一群，那我们再测试一下好了。那一群那么多的，你看那个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戴帽子是不是？拿帽子哦，他的帽子有长翅膀，请告诉我们。可以对不对？来，将礼物送给他。你就是喜欢给我找难题吗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主持人非常，两个都送给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来都拥有大圆的爱。好，这是我们留自己的爱跟快。再来上一题，接下来换我问啦。好，现在我想问一下，刚刚大家都有没有听清楚宝儿刚刚介绍的产品，就是独立儿童平板。然后我的问题是，它可以另外再下载其他的 APP 吗？哦，大家都知道现在小。使用平板电脑啊，都可以下载 APP。虽然呢，我们这台是儿童的，但是大人也可以使用。所以，可不可以下载 APP 使用？可以下载 APP 使用的叫做呢，我们的 Kids Pad 来自。选大人了吗？选那个好了，他从头到尾都好卖力哦。好卖力的朋友，请大声的告诉我们答案。可以下载 APP 对不对？那你有小孩吗？没有没关系，那你先买回去自己用，或者是你有一颗充满童趣的心，学龄前十二岁以下都可以使用哦。我们送礼物给你好用。好，来下一题。那我问，就是刚刚洪医师介绍那一台独立多媒体电视盒，那它可不可以用智慧型手机操控？可不可以呀？产品是来自于我们的代言人是，选到了吗？再一次好，再一次用最响亮，请问我们 Music 年度代言人是？好 ，Poppy Lady， 你选到了吗？女生，这位你可爱的女孩，她手上也拿着我们的 Music 的胖胖呢。可以，来，我们将礼物送给你，谢谢你支持我们 Music 及 Poppy Lady。还有没有下一题？那魔力乐活棒它可以直接插在电视上面吗？魔力乐活棒可以直接插在电视上面吗？可不可以使用？是电视上面使用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使用。哎，我们电视有线有没有那个啊 ？USB 插头？还是要在电影、电视、电脑当中？可以。